诗诗，如果你不舍得，就留下来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养他。想不到裴影帝百忙之中还能抽空陪我夫人产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啊！沈总真是说笑了，我只不过是偶然路过，看见诗诗一个人在伤心难过，这才上前安慰了几句。倒是沈总狠得下心，让诗诗一个人来医院做流产手术。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让裴影帝会做了瘾，我夫人只是过来做一个小小的身体检查，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。啊，沈总，诗诗的心已经不在你那儿了，是个男人的话趁早放手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去找裴子深，恐怕第一个知道他怀孕的也是裴子深吧。我们还没离婚，他还是我的生夫人，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？